林湘16日在 IG 发文透露自己已经做近视雷射3个多月了，随后也晒出自拍照，照片中可以看见她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加上精致的妆容，整个人相当有气质呢。随后也在文中询问粉丝们觉得我眼睛看起来怎么样，表示自己有一点后悔，后悔怎么没有早一点做啦，直呼没近视的双眼真的超级清爽又舒适，自己也很喜欢现在的眼神感。贴文一出，不少粉丝都在底下留言表示太美了啦，看起来好像学生妹。有趣的是，对此有网友幽默笑说，如果早点做飞秒，或许就不会遇到孙生了，一番话让众人都笑翻啦。Bye.